我们今天要来做疗愈心轮的冥想，并且净化你所有的脉轮。你也可以在冥想之前呢，先许愿，将你心中想要达成的愿望说出来，或者是写下来，并且在冥想的过程中跟造物主祈求你的愿望能够发生并且实现。接下来你可以找到一个放松跟舒服的姿势，可以躺着或是坐着，然后轻轻地闭着眼睛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，调整你的呼吸。想象在你脚下有一颗地球，地球的中心发出温暖的白光，白光往上进入你的脚底，贯穿你的身体，从你的海底轮、本我轮、太阳轮、心轮、喉轮、眉心轮、顶轮，感觉到你的全身被白光浸满。想象你的心轮里面住着一个内在小孩，是你童年时期最有印象的样子。你的内在小孩骑着一匹大天使独角兽，独角兽的身上绽放温暖的白光，然后骑着独角兽往上。想象你的全身被白光给包围着，你感到无比的放松与温暖。慢慢的往上，离开这个空间，离开这个城市，再离开地球，进入到黑色的宇宙空间。再往上呢，进入白光的隧道，穿越一道又一道的白光，进入到金黄色的光场。你再继续往上，往上，进入到七彩般五颜六色的彩虹世界。想象彩虹像软糖一样柔软，你的内在小孩骑着独角兽，在彩虹的光场里面奔跑玩耍。再继续往上，进入到粉红色的光场。粉红色如雾一般的光场上方，有一道门发出耀眼的白光。你骑着独角兽穿梭过去，进入到第七界的光场。
第七阶的光场充满强烈的白光，饱满的白光，一直往上往上，上到极致的时候，只剩下纯粹的白光。想象第七阶的光场开始聚集粉红色的爱心，这是宇宙母亲无条件的爱。想象一颗又一颗的粉红色爱心开始旋转，并且汇集起来，像龙卷风一样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，进入到你的心轮，疗愈你的内在小孩，并且想象独角兽用它的触角发出光芒，疗愈你的心轮。你感觉你过去的创伤在这个时候都被疗愈完成，并且无条件的爱充满你身体上所有的细胞，你感到温暖，感到自己是被爱的，并且感觉自己是有价值的，是快乐的。接下来我要帮你们下载正面的信念跟程式，请问我可以帮你们下载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在心中说 yes。 一切万有的造物主、宇宙母亲，我下指令请求你为各位听众下载。我了解第七阶宇宙母亲对丰盛的定义，我了解拥有丰盛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拥有丰盛，我知道怎样每一天都过着丰盛的日子，我知道宇宙母亲对丰盛的观点，我知道拥有丰盛是可能的，我为他人带来丰盛。我了解第七阶宇宙母亲对接纳的定义，我了解接纳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应该接纳，我知道如何接纳，我知道如何在每一天的生活接纳自己，接纳别人。我知道宇宙母亲对接纳的观点，我知道完全接纳自己是可能的，我接纳。我了解接纳与收受来自别人的疗愈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接纳与收受来自别人的疗愈，我知道宇宙母亲对疗愈的观点，我知道接纳与收受来自别人的疗愈是可能的，我正在收到别人对我的接纳。我了解第七阶宇宙母亲对负责任的定义，我了解负责任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要负责任，我知道如何负责任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过着负责任的日子，我知道宇宙母亲对负责任的观点，我知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是可能的，我现在是负得起责任的人。我了解第七阶宇宙母亲对成就的定义，我了解有成就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有成就，我知道如何有成就，我知道如何过着有成就的日子，我知道宇宙母亲对成就的观点，我有成就。我了解第七阶宇宙母亲对被造物主完全接受的定义，我了解完全被宇宙母亲接受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被宇宙母亲完全接受，我知道如何过着被宇宙母亲完全接受的日子，我知道宇宙母亲对宇宙母亲完全接受的观点，我知道被宇宙母亲完全接受是可能的，我被宇宙母亲接受。
我了解第七届宇宙母亲对清楚表达情感的定义，我了解清楚表达情感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清楚表达情感，我知道如何清楚表达情感，我知道如何在每天的生活中清楚表达情感，我知道宇宙母亲对清楚表达情感的观点，我知道清楚表达情感是可能的，我清楚地表达情感。我了解第七届宇宙母亲对平衡的定义，我了解平衡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保持平衡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过着平衡的日子，我知道宇宙母亲对平衡的观点，我知道保持平衡是可能的，我保持生活的平衡。我了解第七届宇宙母亲对美的定义，我了解美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每天活在美当中，我知道万有的宇宙母亲对美的观点，我知道美是可能的，我很美。我了解第七届宇宙母亲对活在当下的定义，我了解活在当下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活在当下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在生活中都感激当下，我知道宇宙母亲对活在当下的观点，我知道活在当下是可能的，我感激当下也觉察未来。我了解第七届宇宙母亲对仁慈的定义，我了解仁慈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什么是真的仁慈，我知道何时该仁慈，我知道如何仁慈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心怀善念的日子，我知道宇宙母亲对仁慈的观点，我知道仁慈是可能的，我是仁慈的人。我了解第七届宇宙母亲对冷静的定义，我了解冷静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该冷静，我知道如何冷静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冷静的日子。我知道宇宙母亲对冷静的观点，我知道保持冷静是可能的，我很冷静。我了解第七届宇宙母亲对被珍惜的定义，我了解被珍惜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被珍惜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被珍惜的日子，我知道宇宙母亲对被珍惜的观点，我知道被珍惜是可能的，我珍惜我自己。我了解宇宙母亲对合作的定义，我了解合作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合作是什么，我知道何时与他人合作，我知道如何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与他人合作，我容易与他人合作。我了解宇宙母亲对同理心的定义，我了解对自己及他人有同理心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同理心，我知道何时有同理心，我知道如何有同理心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有同理心的日子，我知道宇宙母亲对同理心的观点，我知道对自己及他人有同理心是可能的，我是有同理心的人。我了解宇宙母亲对完整的定义，我了解完整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完整，我知道完整是可能的，我是完整的人。我了解宇宙母亲对尝试的定义，我了解拥有尝试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拥有尝试，我知道如何拥有尝试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过着有尝试的日子，我知道宇宙母亲对尝试的观点，我知道拥有尝试是可能的，我是有尝试的人。我了解宇宙母亲对信心的定义，我了解有信心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有信心，我知道如何有信心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有信心的日子，我知道宇宙母亲对信心的观点，我知道有信心是可能的，我有信心。我
我了解宇宙母亲对灵视的定义，我了解灵视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灵视，我知道如何灵视，我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灵视力，我知道宇宙母亲对灵视的观点，我知道灵视是可能的，我了解宇宙母亲对清楚沟通的定义，我了解能够清楚的沟通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清楚的沟通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能够清楚的沟通的日子，我知道宇宙母亲对清楚沟通的观点，我知道清楚沟通是可能的，我看得很清楚。我了解宇宙母亲对零负债的定义，我了解零负债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能零负债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零负债的日子，我知道零负债是可能的，我现在零负债，将来也是零负债。我了解宇宙母亲对全心投入的定义，我了解全心投入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什么是全心投入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全心投入的日子，我知道全心投入是可能的，我全心投入。我了解勤奋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勤奋的日子，我知道勤奋是可能的，我是勤奋的人。我了解情绪安住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安住情绪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情绪安住的日子，我知道情绪安住是可能的，我的情绪安住。我了解清楚评估状况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评估状况，我知道如何评估状况，我知道在行动之前评估状况是可能的，我会评估状况。我了解有信赖感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过着有信赖感的日子，我知道有信赖感是可能的，我有信赖感。我了解拥有家庭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拥有家庭，我知道如何拥有家庭，我知道拥有家庭是可能的，我有家庭。我了解专注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专注，我知道如何专注。我了解宽恕自己与宽恕他人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宽恕，我知道何时宽恕，我知道如何宽恕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宽恕的日子，我知道宇宙母亲对宽恕的观点，我知道宽恕自己与宽恕别人是可能的，我宽恕别人也宽恕自己。我了解开心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开心，我知道如何开心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开心的日子，我知道开心是可能的，我很开心。我了解对别人感激，对上帝感激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感激，我知道如何感激，我知道如何每天都过着感激的日子，我知道充满感激是可能的，我充满感激。我了解为别人高兴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为别人高兴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为别人高兴的日子，我知道为别人高兴是可能的，我为别人高兴。我了解健康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处在健康的状态，我知道如何保持健康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健康的日子，我知道健康是可能的，我很健康。我了解被别人听见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被别人听见，我知道如何被别人听见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被别人听见的日子，我知道被听见是可能的，我被别人听见。我了解有家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拥有家，我知道拥有家是可能的，我有一个家。我了解诚实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诚实，
我知道如何诚实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诚实的日子，我知道诚实是可能的，我是诚实的人。我了解拥有荣誉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拥有荣誉，我知道何时拥有荣誉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拥有荣誉的日子。我知道拥有荣誉是可能的，我是值得被尊敬的人。我了解谦虚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谦虚，我知道如何谦虚，我知道谦虚是可能的，我是谦虚的人。我了解欢迎不同想法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欢迎不同的想法，我知道如何欢迎不同的想法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欢迎不同想法的日子。我知道欢迎所有不同想法是可能的，我欢迎不同的想法。我了解不受影响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不受怀疑影响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不受怀疑影响的日子。我知道不受怀疑影响是可能的，我不受怀疑影响。我了解不受有毒物质影响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不受有毒物质影响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不受有毒物质影响的日子。我知道不受有毒物质影响是可能的，我不受有毒物质影响。我了解不受负面能量影响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不受负面能量的影响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不受负面能量影响的日子。我知道不受负面能量影响是可能的，我不受负面能量影响。我了解不受忧虑影响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不受忧虑影响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不受忧虑影响的日子。我知道不受忧虑影响是可能的，我不受忧虑影响。我了解不受疾病影响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不受疾病影响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不受疾病影响的日子。我知道不受疾病影响是可能的，我不受疾病影响。我了解感觉自己重要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感觉自己重要的日子。我知道宇宙母亲对重要的观点，我知道为自己，我知道我是重要的人。我了解正直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正直的日子，我知道正气凛然是可能的，我是一个正直的人。我了解与人互动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与人互动，我知道如何与人互动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与人互动的日子，我知道与人互动是可能的，我与人互动。我了解见证即刻疗愈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见证即刻疗愈，我知道见证即刻疗愈是可能的，我有即刻疗愈的能力。我了解相信自己直觉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相信自己的直觉，我知道如何相信自己的直觉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相信自己直觉的日子。我知道相信自己的直觉是可能的，我的直觉很敏锐。我了解喜悦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拥有喜悦，我知道如何拥有喜悦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拥有喜悦的日子，我是喜悦的人。我了解爱自己同性跟异性同胞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去爱人，我知道爱人是可能的。我了解拥有母爱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拥有母爱的日子。我了解父爱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父爱的日子。我知道得到母爱跟父爱都是可能的，我能爱。
我了解爱他人的本质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爱他人的本质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有爱的日子，我知道爱自己的本质是可能的，我爱他人的本质。我了解被伴侣所爱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被伴侣所爱，我知道如何被伴侣所爱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被伴侣所爱的日子，我知道被伴侣所爱是可能的，我可以被伴侣所爱，也确实被伴侣所爱。我了解惹人喜爱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惹人喜爱，我知道惹人喜爱是可能的，我惹人喜爱。我了解忠诚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过着忠诚的日子，我知道忠诚是可能的，我是忠诚的。我了解奇迹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有奇迹，我知道如何使奇迹显化及见证奇迹的发生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有奇迹的日子，我知道见证奇迹的发生是可能的，我的生命充满奇迹。我了解有钱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有钱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有钱的日子，我知道有钱是可能的，我一直都有很多钱。我了解被宇宙母亲所激励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被宇宙母亲所激励，我知道如何每天都过着充满动机的日子，我知道宇宙母亲对动机还有激励的观点，我知道宇宙母亲激励是可能的，我被激励，我充满动机。我了解说不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说不，我知道如何说不，我知道说不是可能的，我在该说不的时候说不。我了解和平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拥有和平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和平的日子，我知道拥有和平是可能的，我拥有和平。我了解坚持到底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坚持到底，我知道坚持到底是可能的，我坚持到底。我了解玩耍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玩耍，我知道如何玩耍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带着玩耍的心态过日子，我知道玩耍是可能的，我会玩耍。我了解自豪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自豪，我知道如何自豪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自豪的日子，我知道自豪是可能的。我了解对自己工作感到自豪是什么感觉，我很自豪。我了解放松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放松，我知道如何放松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放松的日子，我知道宇宙母亲对放松的观点，我知道放松是可能的，我很放松。我了解尊重自己和尊重别人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得到自己和别人的尊重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对一切事物怀有敬意的日子，我知道被尊重是可能的。我了解被学生尊重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被学生尊重，我知道被学生尊重是可能的，我是被尊重的，我尊重我的学生和老师。我了解休息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该休息，我知道如何休息，我知道休息是可能的，我会休息。我了解平安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是平安的，我知道如何能够平安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平安的日子，我知道平安是可能的，我是平安的。我了解有安全感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有安全感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有安全感的日子，我知道拥有安全感是可能的，我是安全的。
我了解自我接纳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自我接纳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完全自我接纳的日子。我知道完全的自我接纳是可能的，我接纳我自己。我了解对自己诚实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对自己诚实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对自己诚实的日子。我知道对自己诚实是可能的，我对自己诚实。我了解平静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得到平静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平静的日子。我知道平静是可能的，我是平静的。我了解值得耀眼出众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耀眼出众，我知道如何每天都过着耀眼出众的日子。我知道宇宙母亲对耀眼出众的观点，我是耀眼出众的。我了解特别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成为一个特别的人，我知道成为一个特别的人是可能的，我是特别的。我了解沉浸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沉浸，我知道如何保持沉浸，我知道如何每天都过着沉浸的日子。我知道沉浸是可能的，我可以处在沉浸中。我了解成功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成功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成功的日子，我知道成功是可能的，我会成功。我了解拥有机制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有机制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机制的日子，我知道拥有机制是可能的，我是机制的。我了解感恩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要感恩，我知道如何感恩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感恩的日子。我知道宇宙母亲对感恩的观点，我知道感恩是可能的，我很感恩。我知道了解我的生命目的是可能的，我活在我的生命目的中。我了解知道真实自我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我的真实自我，我知道宇宙母亲对真实自我的观点，我是真实的自我。我了解能为我自己做西塔疗愈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为自己做西塔疗愈，我知道如何为自己做西塔疗愈，我知道如何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有能力为自己做西塔疗愈。我知道有能力为自己做西塔疗愈是可能的，我为我自己做疗愈。我了解聆听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该聆听，我知道何时聆听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的生活中打开耳朵聆听，我知道宇宙母亲对聆听的观点，我确实在听。我了解看清楚自己是可能的，我看清楚我自己。我知道如何在每一天都过着拥有最高真相的日子，我了解知道最高真相是可能的，我知道真相，我知道如何看见真相，我知道如何老老实实的过日子。我知道看见真相是可能的，我了解听见真相的感觉，我知道如何听见真相，我知道如何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听见真相，我知道听见真相是可能的，我了解真相感觉起来像什么，我知道感觉到真相是可能的，我了解嗅到真相感觉起来像什么，我知道真相嗅起来像什么，我知道如何嗅到真相，我知道嗅到真相是可能的，我活在真相中，我知道真相。我了解值得被信任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被信任，我知道被信任是可能的，我知道宇宙母亲对信任自己的定义。我了解百分之百信任自己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百分之百的信任自己，
我知道百分之百信任自己是可能的，我了解百分之百信任自己是什么感觉。我信任我自己，我了解被别人理解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被别人理解，我知道如何被别人理解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被别人理解的日子，我知道宇宙母亲对被别人理解的观点，我知道被别人理解是可能的，我被别人理解。我了解被想要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被想要，我知道如何被想要，我知道被善意的想要是可能的，我被想要。我了解完整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如何处于完整的状态，我知道如何处于完整的状态是可能的，我是完整的。我了解拥有智慧是什么感觉，我知道何时拥有智慧，我知道如何拥有智慧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过着拥有智慧的日子，我知道宇宙母亲对智慧的观点，我知道拥有智慧是可能的，我有智慧。我们请宇宙母亲将以上的所有信念下载到你的四个层面好吗？好的话，请在心里说 yes。谢谢你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请让我见证。疗愈已经在当下完成了。